15米以上的干道的天空缆线，我们是规划在一年之内，就是给本局365天，把所有像你现在所看的南京西路哦，或是所有15米以上主要干道，一年的时间，天空上面全部清干净。那至于你问的可能是缆线的同整的单一窗口的时程啊，依照科批要求的速度，其实我上周跟他简报，那么本周我们就跨局处会开会，那以这样的速度，我想会非常快。这个它的延伸性不够了啦，够了。